我是丰田，我好疯癫，疯癫好疯癫。我是丰田，我好疯癫，丰田好疯癫。干嘛学我？不是吗？我是丰田，我好疯癫。今天是来提你的，因为听说你有一个单元非常的好玩，而且是做甜点有关。你有看吗？我有看啊，是昨天看了一下。今天就是来这边跟你一起做甜点，因为我也喜欢吃甜点嘛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要有一些竞赛会比较好玩。OK， 那我是就是已经专业的做甜点的料理家，专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会让你选。今天做什么？做柠檬塔，因为柠檬塔是要酸跟甜之间，你要找到那个 balance 刚好的那个。对，我知道了，惩罚就是吃柠檬。专业的甜点师傅丰田遇上这位专业的甜点爱好者，两个人即将进行超专业的柠檬塔 PK 赛。不过听说这间甜点教室从备料到制作都要自己 DIY， 这时洪正突然灵机一动，我们做完之后会有材料吗？对。要洗啊，输的人帮，赢的人洗碗。好，专业的做甜点的人，一定会洗碗。好啦，定下惩罚，就赶快开始备料吧。身为专业的甜点师傅丰田，立刻出了一个考题，要考考洪真。记忆力大考验。好啊，怎么玩？就是限时一分钟备柠檬塔的材料，就是什么粉。几十几克那种，几十几克，我看一下，几十几克，就是好，我知道意思。功课 ，OK， 功课，所以我们要来玩一个记忆力考验。是，那有限时吗？时间上，刚刚说一分钟，一分钟要背完。记忆力不好，我刚刚明明就有说限时一分钟。你有说又忘记了，没想到洪正立刻被吐槽。我看接下来的这一分钟可是要好好把握喽，因为赢的人可是可以获得向甜点老师求救的机会。预备，开始。这不可能，太多了。别，我是外国人呢。你不是甜点大师吗？背中文还是很难。好，可以，好够。杏仁粉在哪里？刚刚讲，刚刚讲。两个人在一分钟记下所需材料之后，要看谁能最快速又准确地取得所需的量。话说柠檬塔最后能不能成功？备料这一关可是最重要的关键哟。我好了，大概就好。专业的甜点的人，做甜点的人，不看那个量。对不对，老师？有困难，请老师帮我们检查一下，应该都差不多。行，这个就交给比较快的。其实身为一个男人，不喜欢人家说他快，但是这一次我可以。你笑什么？你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那你讲啊，有种就解释啊。没有，是溜点播了。首先要先从塔皮开始做起，但专业的甜点师傅丰田一开始就手忙脚乱啦。高筋面粉，哪个是高筋面粉？它比较黄的应该是高筋吧？对，比较黄的是高筋。你怎么知道？一半一半机会啊，猜对就帅啦，猜不对就哦是哦，这样就。老师，我搅拌的怎么样？还行。搅拌这个有什么诀窍吗？搅拌那个没有就关于就可以。那没有，有我觉得有。等一下要放感情，放感情，手好酸哦。你不累吗？还有放感情。放，但你有放感情，放了感情，再累的事都不累。洪正加了独特配方在面团里，对待面团可是一点都不马虎。要是感情。在那边，香力道可以吗？啊？有哪里要加强？
面团成型后要接着放入冰箱冷藏十分钟，再放入塔模。不过这过程对丰田跟弘正都颇有难度，贴心的老师这时出手相救，竟让丰田逮到机会趁机撩妹。手在这边再厚一点。碰到手了。开心。在哪里不够？这边不够。这边啊，这边不够啊，碰到了，要碰到了，开心。你是不是在玩粘土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要这么厚、哦？对对对，要不然你要脱模的时候一定会碎掉。不像食物哎。顺利将塔皮放入塔模后，就要放入烤箱，再来就要开始制作柠檬馅喽。放在包装盒的。可以讲中文吗？第一层下。讲中文好不好？讲中文啊，你刚不讲日文？放在包装盒的底。正上，我讲话这么白痴的感觉，真的吗？我们来现场考试，五句成语，成语哦，五个，随便你想到的五个，一石二鸟，一石二鸟，不要都跟鸟有关的哦。酒池肉林，酒池肉林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我知道，请向观众试着解释看看这个成语的意思，很乱的意思。对对啦，如果你要对嘛，对嘛，很乱的意思。丰田好分店之成语小教室：酒池肉林，以酒为池，全肉为林，用以形容酒肉之多，比喻生活极端奢侈纵欲，毫无节制。小明学坏了，他希望长大以后拥有酒池肉林的生活。哦，丰田学坏了，我的梦想就是。继续做演艺圈的工作，赚很多钱，然后拥有酒池肉林的生活。丰田，不要再开玩笑了，赶快去烤箱关心一下你的塔皮吧，因为看起来似乎是不太顺利。好油哦！看来丰田是不行，他刚一直在那边酒池肉林，酒池肉林，他现在整个。那个派皮都充满着酒池肉林的那个能量，他就在那边开始那边，你的饼皮在里面这样子，你有看到吗？就是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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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挣扎，沼泽深渊的感觉，大家在里面这样子互相拉扯，互相的剥削，然后互相的，就是乱七八糟，这样还是你的梦想吗？要不要改变一下你的梦想？演艺圈虽然是演艺圈，但是我们要有点积极正面的给量，好，好不好？继续做演艺圈的，对，带给大家欢笑，对。好好看到丰田那边，丰田有丰田好，丰田就啊哈哈，这个白痴又开始了，就觉得哎，心情很好，好不好？我们把酒池肉林那个东西不要了，好，不然就会变那样哦。今天，没错，赶紧抛开酒池肉林。塔皮拿出烤箱放凉，就可以进行脱模的动作。为了不毁掉完美的塔皮，弘正拿出了求救机会。倒盖之后，然后再用这个再盖回来。哦。哒哒啦哒。哇。哇，幸福的感觉，真的很漂亮耶。我很期待你的哦。看，看，看，要打开哦。哦。还好啦，还好啦，还 OK， 还 OK。成功把塔皮取出后，倒入内馅，再放进冷冻。今天的柠檬塔就大功告成喽！鼓掌的点是，等很久，你休息多久？快一年，半年以上，快一年，快一年吧。对对啊，我们真的等很久，所以很开心。第一次嘛，就是复工之后上的节目嘛。对对对，第一个。对啊。我是他的第一次。你的脑子到底在想什么？不，是真的吗？你的第一次吗？这是，对，这是我的第一次。回来之后，我自己做甜点也是第一次。哦。感谢弘正在丰田好丰店献出了做甜点初体验。不过是之前还有一个重要步骤，我们特别请老师准备装饰品，希望能帮两位的柠檬塔再加分喽。你知道我的经典的手势吗？不知道。我没有这么夸张，我没有这么夸张，有这么夸张。好，你是怎么样？都
没有在上面呢，只有两滴哎，其他全部在这里哎。那你也做做看吧，用你的方式吗？不要浪费食物了。红镇的爱情，爱之柠檬塔，爱之柠檬塔。我这是酒池肉林。那我们就来请老师尝尝看爱情的味道，酒池肉林的味道了。好。好 Q 哦，我觉得蛮软的。这哦，你的有那个要哦，要切下去的感觉。有。好，请老师试吃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耶。这还蛮像我们自己做的味道。哦。信心来了，信心来了。好，那我为你。丢这招加分哦。不然呢？哎呀，害羞。觉得呢？这个比。没有，它这个皮比较没有那么酥一点啊，没有面粉比较，对对对，面粉比较不足，或者是奶油有点多。今天洗碗的是 ，sorry， 就要麻烦你了。丰田，接受现实吧。红镇加入满满爱的柠檬塔，果然深受老师喜欢。专业的甜点师傅丰田只能认命接受边洗碗边喝下柠檬汁的惩罚喽。啊啊！好舒服哦，边吃酸的边洗碗。真的酸的。哎，不要乱吐，不要在镜头前吐痰好吗？不要卫生纸。不要。杭州泼水！哦天哪！那我们最后一起做一个。好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我有看你的节目。好，那我们数到三，你 Q。好，我们就做 ending 了。三二一，丰田好疯癫，我们下次见。比我厉害。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。